陆琪啊，来，坐一下。爸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知道，有些事情我直接跟你说可能不太合适，可是为了志文的前途。 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谈谈。啊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晶晶啊，哎，那个金佳阿姨找你来吧，就是想问你一下，志文出国这件事儿，是不是你就能说了算？那肯定啊，现在报社都有我们集团来控股，我作为总经理，当然有任何好的机会都会给志文留着。这太好了，成了这事儿。这样，晶晶。 那你说了算，你就把这事儿把它放一放，好不好？我不明白您说的意思。就是实在不能放的话，那再推迟一段时间，行吗？你这样说，我就更不明白了。您说这么好的学习机会，有什么大事比这个还重要？有啊，在我们家，我跟你讲，那大事儿就是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结婚都好几年了，你看一直都没。 我跟你叔叔天天急的都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志文出国太不合适了，真的。就这事儿啊？你看，你这表情，这事在我们家是天大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这两天你这一说，出国这事儿，咔一急的，嗓子都哑了，真的急死了。你看，这个如新刚刚这个请了假，准备在家备孕，你说这个时候志文怎么能走，怎么都不能走啊？真是太不巧了，阿姨。 你这样说，我真的很为难。虽然说我能决定谁出国培训，可是集团在海外那边的培训计划以及时间，这是我不能左右的。那以后还能有机会吗？以后的事儿，谁还能说准呢？哎呀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，认了呗。你看这事儿就不该是咱们的，是吧？人就得这样，有得有失，算了。阿姨。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的事儿？谁在人生的重要当口都不得去做一些选择吗？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，你这是盼孙心切。可是咱们就事论事，这么好的出国培训机会，如果说为了生孩子你就让志文放弃的话，恐怕志文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行了，晶晶，那个不管怎么说，阿姨都得谢谢你啊。什么事儿，好事都想着志文。但是，今天咱把话说这儿啊。 出国这事不能再提了，好吧？一个字都不能再提了。来来来，来喝茶吧。怎么着都不动筷呢？怎么？爸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哎呦，如新有话要说，好啊，说吧，我们大家都听着呢。弄这么正式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吧啊。别说吧，没事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。 志文他们单位想让他出国深造的事儿，你知道了？你们都知道了？是不是？志文啊，这件事儿如新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妈就先表个态，咱家现在生孩子是关键。 所以妈不同意你去。我也表过态，我同意志文去。半年以后再生孩子，也没什么关系嘛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都等了，也不差这点时间。这次机会对志文来说，我认为是千载难逢。是啊，我同意爸的意见。我觉得这件事儿对志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不能轻易放弃，我们应该为志文的前途着想，大家都应该支持他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这个事业才是最重要的，生孩子嘛，半年以后再说也不迟啊。你们仨都表完态了，行，我说啊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报社
回绝了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讨论了，好吧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有了这次深造，你说不定以后就可以深入到国际重大新闻的报道当中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孩子，其结果……干什么呀，柳洪亮？这儿子都说的那么明白了，人家自己不想去，你还在这鼓动什么呀？志文，妈支持你，去什么国外呀？要我看，中国现在最好，那是非得到那儿才能出人头地呀。我跟你说，你爸就是让那个韩晶给忽悠。妈妈，你们吃饭吧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就你弄那么多胡说八道的，管你的时候乱放炮，我都说什么呢？韩晶找你们俩谁说的啊？都说什么了？他，就是说的你出国深造的事儿。韩晶找我来说这件事儿，也是完全从你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的。志文，男人除了儿女情长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，比如事业啊、梦想啊、理想抱负啊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应该慎重的再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冲动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你没听志文清清楚楚说已经回绝了吗？你还在这，你明摆着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啊？志文，你妈妈她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比较狭隘，她满脑子只想到抱孙子。等你学成回来之后再要孩子，这也只不过早晚几个月的问题，有这么严重复杂吗？就这么严重？就这么复？怎么不严重？你不切切，你别跟着掺和好不好？你听我说啊，什么千载难逢？这是封建社会呀！这是什么年代了？你别切。没了吧？这好了吧？这好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呀，孩子的大事非得毁在你手里不可。别碰我。你真那么想？是啊，我真的这么想。你看，你们领导对你那么好，那么关心你的前途，给你那么好一机会，你得珍惜呀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呀。去吧啊，赶紧去，省得以后后悔。早说呀，早知道你这种态度，那我就去了。但现在晚了，人都安排别人去了，那我只能留下来陪你了。我想喝水。我去给你倒。我告诉你，柳洪亮，要是因为这件事把这个家散了，我这辈子我都不原谅你。你本来人家如今都请了半年假，人家说备孕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就是个工作的事儿，你至于说的这么危言耸听吗？这家能散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就你那么瞎搅，早晚有一天得散。这韩晶也是，你说早不早不晚，他整这么一出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想让，这不制造矛盾吗？这明摆着吗？这不安的什么心呢？他，你别一遇到事儿就乱放炮。停了你！人家是好心。你再说，你再给我说一句。我跟你说，要是因为这点破事儿，把生孩子的事儿搅和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绝对跟你分手。柳洪亮，你听好了，绝对跟你分手。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吃饭了，哎哎，您看看，您儿子还瞪俩眼睛呢，你这老子怎么还睡上了？不行，我太累了，我再歇一会儿，你抱着啊。你给我起来起来。五分钟，宝贝儿，五分钟。不行，还不知道你啊！你说五分钟，你一觉到明天早上，赶紧给我起来。不起。呀！小点声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现在是晚上，轮到你带他了。来来来，哎呦！
祖宗哎！哎呀，我累了，我可得上去睡觉了，看好。干什么呀？你闭着眼睛抱儿子，你把他摔了怎么办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敢把我儿子摔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啊！宝贝儿，哎，哎呦呵，哎呦，看好了啊！我受不了了！啊！妈，最后一口了，妈收拾。妈，爸，那我走了。妈，你慢点啊。爸呢？啊，他吃完出去了。出去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我就懒得看他，我烦他。反正他最近有点不服管理，你知道吗？不服领导。别跟他置气呢。你只要记住，我反正是铁了心了不出去了啊。好儿子，妈支持你，你知道，跟妈站在一边。我跟你说呀，你爸呢就是有点虚荣，咱不否认他是为了你好，可是他也想跟他那帮老伙伴老部下吹，你知道吗？说我儿子有多少人里边选一个呀，去美国啦，去，说你知道吗？那虚的那还有用吗？理解理解，万岁。这不像你妈那么实在，我跟你说。那我走了。儿子，记住啊，胜利一定是咱俩的，一定。啊，对，欧爷，好。我走了。慢点啊！妈，你全收了啊！不，如新，你放这儿，你放着，一会儿妈弄。你看你别弄。没事，我已经收完了。妈跟你有两句话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说啊。你坐着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咱们家终于这个怎么讲，落听了。你这也请了假了，咱家呢是万事齐备，只欠那个什么了，是吧？妈都想好了，今天呢，妈把咱们家全都收拾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妈跟你呢，没事咱俩就去外边去逛街，是吧？去玩，去吃喝。妈有钱，老钱包，好不好？啊，也行。那我给他收拾完了，那说好了，明天咱俩就去啊。行行行行，妈来。妈，您放着我来。行行，我来。美丽的纺织姑娘。坐在了窗口旁，妈，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？你怎么不陪你老婆孩子上我这儿来干嘛呀？我陪他们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想您了吗？回来呀，看看您，胃好点吗？我这胃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呀，就别再瞎操心了，妈。我是您亲儿子，我不操心谁操心呢？你是我亲儿子吗？是啊。那我怎么连孙子都看不上一眼，也抱不上他一下呀？妈，我今天回来就诚心诚意的替白丽来跟您道歉呢。是吗？嗯。你替他来跟我道歉，大可不必。妈，您真的别跟他生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个小孩，什么都不懂。打住！你跟我这一套一套的说的挺溜的，你到你媳妇那儿什么样？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妈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您儿子这点骨气还是有的。白里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我就说他。不过妈，这次您就给我个面子，全当是我错了。哟。我哪敢呢？您现在是谁呀？叶大经理，我们这个破屋子都容不下你了。你呀，该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到你该去的地方，行了吧？妈，妈，妈，
妈，妈呀！你笑什么你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笑我都怕？喂，您好，哪位啊？我很意外，你会主动打电话给我。我今天找你来，主要是想替志文谢谢你。谢谢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。志文有你这么个领导，真的是他的福气。你这样说，我可真担当不起啊。我帮志文也是应该的。为什么是应该的？好吧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，总之我得谢谢你那天舍身忘死的替我老公挨那一棒子，我也得感谢你把出国留学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志文。我不是见义勇为，我也没那么高尚，我只是想保护志文的安全，其他没别的。你是说你那天的举动是下意识行为？韩晶，你跟志文过去的事儿，其实他早就告诉我了。谁没有过去呢？过去始终已经过去了。我希望你不要纠缠在其中，太过于执着不一定会达到好的效果。可是我相信事在人为。可你应该明白你现在的位置。是，你是志文的领导，他服从你、尊重你是应该的。可这并不代表什么。我希望你不要多想。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事儿，没有意义。我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他的领导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我老公不仅仅是上下属的关系了？也是。你不光是他的领导，你还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你的大恩大德我们都会记得。至于那些没有意义的举动，我们也只会一笑而过，不会太在乎的。叶如昕，你没必要那么嚣张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呢？就因为你是志文现在的老婆，你就敢确定你懂志文的心吗？当然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他，而且我完全的相信我老公。外边东西还真是好吃好吃，不能多吃。哎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真好，来来来。你看，你看那儿，那小孩的衣服多好看！等孩子生下来哈，这些东西妈都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妈都给买，还有小孩车呀、玩具呀这些。妈知道你有钱，但是呢，这是妈的心意，是吧？如昕呐，那楼上都是女士服装，妈带你去看看好不好？妈还没给你买过什么呢。妈，咱们去那边看看那个保健枕头吧。哎呀，不用，给你看看，没事去看看吧。行行行。球打得不错呀，一般吧，也就是每个季度在我们单位能拿个第一第二。这还能拿第一呢？必须的。怪不得女人缘那么好，那么招女孩喜欢呢。啊，知名记者，年轻力壮，阳光健康，有房有车，有收入啊！以你的条件啊，找一个20多岁的、有学历、形象不错的女孩，不是件难事儿啊。没准儿啊，不到一年，还能跟你生个大胖小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怎么着？要不我退出，我给你自由。叶子律师，说的不错啊。到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哈。房子户主是你，我该我。到时候判给你，车呢单位的啊，还回去。我呢净身出门啊，倒是自由了啊。
你说这个 Will 可是我赶两篇稿子赶出来的啊，麻烦叶律师到时候高抬贵手判给我啊。来，哎呀，你发球局快点，哎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是专门来谢谢你。为什么谢？出国的事。没错，这次出国的确是机会难得，名额有限，你还能极力的推荐我去。说实话，我是打心眼里谢谢你，真的。如果不是我现在处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的话，我一定会认真的考虑。我也希望你不要用这件事当做一个筹码，放过我吧，好吗？志文，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还在怪我曾经……我不怪你，真不怪你，我也不恨你，我只是想踏踏实实过我自己的日子，行吗？志文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很高兴你能说是你的错，但无所谓了。现在争论谁对谁对谁错，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行，那我先走，还是要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对了，别再去我家跟我父母说这说那了，没用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最近怎么样？你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，身体那是很重要哦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。可我现在在放长假。我知道你在放长假，不过呢，这个案子比较特殊，区里一个领导的秘书委托咱们所帮他打一个离婚的官司。领导嘛，不管他是谁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离婚的案子我绝对不会接，现在不接以后也不会接。舒淇啊，你就算是帮帮我的忙，人家指定要你接，我的压力也不轻啊。再说了，人家又不是不给钱，该多少是多少的。那你能不能帮帮我呀？要接你自己接吧。我说的够明确了吧？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叶如新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接。什么叫必须要接呀？你凭什么答应人家呀？我同意了吗？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我告诉你，老袁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这种事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虽然你是我的领导，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决定我的事儿。你是咱们所里唯一能拿得起这种案子的律师，你不接，你叫我怎么办啊？关门停业吗？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？我说了我不接，你用不着跟我废话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挣钱的工具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的压力有多大？为了工作我付出太多了，我失去太多了。像你这种只认钱的人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有些东西是用钱换不来的。可能是因为之前我间接伤害了太多人，现在全报应在我头上了。我已经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受够了。你也用不着逼我，我辞职，我不干了。悲催的老袁呐，你这是走的什么运呢？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的时候，情绪已经开始伺机寻找闸门了。现在老袁的斥责直接让叶如新找到了发泄的方向。不用来陪你到老的那一天，占领爱情制高点。如今啊，你就照这个给我给你妈生个大胖小子。
也得要，不生也得生。对，是喜尿。对，喜尿喜尿。那如新在哪去了？哎呀，哎呦，他爸，你看，哟，如新，如新。再将幸福缘再延伸到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叶家村的这个项目呢，我们一共分为三期来进行建设。最先开始的是最南端的一期工程，这里边包括了12栋的小高层，以及小区会所和商业街的建设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这个建设计划也是由南向北开始进行的。第一期的建设一共涉及到的叶家村村民是56户。那么，请协助政府动迁办工作的叶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政府的动迁方案。叶经理，业务上，对不起，刚才讲到哪儿了？对不起，辉哥。书生，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期动迁计划的具体方案吧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没再来过这儿了。怎么着？今天要来一个远景重现？哎，我一直也没问过你啊，你就是这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？这是我从小的习惯。我小的时候，只要面对一些困难的选择，就会用这种方法。看上去好像挺笨、挺老土的。其实我在乎的是，我把这枚硬币抛到空中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突然有的一个结果。那个结果才是我最想要的。没错，怪不得咱俩能走到一起呢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在这儿，我在镜头里看到你的眼睛，看到你扔硬币的那一瞬间，我就认定了，这就是我以后的老婆。没跑，就是她。因为我也是这种人，我也相信最真实的那种感觉，我也经常问自己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咱俩是注定在一块。那你说吧，今天过来那是想解决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？其实这些天我一直很纠结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做一个决定了。以前我不想要孩子，不是因为我自私，我想过二人世界，也不是我不喜欢孩子，是因为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。我的工作处理的都是那些离婚案子，这些案子呢，要争取的除了钱就是孩子。我看到太多的婚姻失败的案例了，受到伤害的也都是孩子。就是因为我喜欢孩子，我太在乎了，所以我会更加小心谨慎地去看待这个问题。在我不能确定能给孩子一辈子幸福的这个阶段，我不会轻易地去做这个决定。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孩子，只是因为我不想要，所以你在迁就我。你什么事儿都迁就我，你这个傻子，你总是这样，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说我做的是对的，你把我宠坏了。可现在我想要孩子了，老天爷却给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，这个结果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讽刺。我现在没法面对你父母，因为他们太想抱孙子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跟他们说这个结果。我也不知道我要是说了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刺激。我也不想一直这样愧疚，带着这种压力继续以后的生活，所以想来想去，为了大家都好，我觉得我们得在这个问题上做个决定了。
这些话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不过没关系。来，来，说，说呀。你别想，马上说怎么选择。你一定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如新，一定不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问题是需要咱们两个一起面对的，光靠这个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。你刚才说的没错，我迁就你，我宠你，那是因为我爱你，如新。我开心，我愿意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是没有问题，是解决不了的。所以有些，我不管你之前会怎么样，以后再有任何问题，问我，问你老公，也别问他。眼前的这个肩膀似乎成了如新此刻唯一的依靠。老婆，真的咱搬回去住吧。不回去啊？不是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总说带孩子特别烦吗？那回去不挺好的吗？反正我是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了？受不了，离呀，别过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女人有时候，我求你了，咱回家住吧，行吗？我没有家，这儿就是我家。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，你就别跟我磨这个弯了，行不行？我做梦都想回去。你想啊，咱俩一回去，什么事都不用干，爸妈都给办了，多好呀。就你有爸妈疼姐姐爱的，我没有，行了吧？还较劲了你还？爸妈对你不挺好的吗？行了吧？那还不是看子秋的面子？还有你姐，打心里都看不起我，不就比我多读那几年书吗？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就说你是小心眼儿吧，你还想着我姐说你的事儿呢？多久以前的破事儿都是。我告诉你，你姐那不是骂我说我，那叫侮辱我。哎呦，侮辱你！得，你说怎么才肯回去？让我回去也行，嗯，除非让你姐和你妈过来请我。疯了吧，白丽！我姐和妈请你回去？他们俩怎么说都是我亲姐亲妈吧，过了啊。那好，那你答应有三个条件。你先说来听听。首先，我是个职业女性，我有工作的，我不能做家务。第二个，还有，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，我愿意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，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子秋那是我儿子，是我生的。哎，想怎么教育子秋那是我的事儿，我说怎么教育他就怎么教育他。百丽啊，我想我们俩回去吧，是减轻我们俩的负担。你说你把这事儿弄这么复杂干什么呀？觉得复杂了？那好啊，不回去了呗。爸妈，这是给你们办的欧洲十一日游，都弄好了，你们签个字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玩一趟，没什么意思。欧洲十一日游，豪华的。哎呦，
我跟你爸国内还没怎么走呢，怎么一下给我们支到国外去了？想赶我和你妈走是不是？我这不是说你们觉得国外特好啊，然后就因为我不接受那个国外培训这事儿你们还挺不满意，所以我就创造这么一个去国外看看的机会，你们去看看国外到底有多好，这个国外的这个月亮到底比咱中国圆多少。你甭跟我来这套，你耍什么情绪？我只是关于你出国这件事情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和看法，去不去的主动权在你手里，你没必要弄这么个东西来跟我较劲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让你们去玩啊。在出国这个问题上，从一开始你爸考虑问题都是从你的角度去考虑的，我不愿意因为这个事儿搞得咱家不和，矛盾重重。我正是这么想的，千万别为这事儿闹得咱鸡犬不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俩就出去好好玩一趟，我跟如新在这儿好好的过一下二人世界，就这意思。就啊，是不是如新闹什么情绪？很多事儿都得换位思考，是不是？韩晶这事儿折腾来折腾去的，谁换做如新是不是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对不对？爸，嗯，白丽这次提了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她要提升在我们家的地位。第二，她让我妈呀不要再干涉她的业余生活。那么第三呢？她希望我妈亲自去接她。亲自接他，你妈就是同意去接他，我也不同意。哎呦，爸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接不接的事儿，我去跟百丽说，您别担心。但是，前两个条件，您一定要跟我妈去好好商量商量。哎呦，爸，我这都是为了您二老考虑啊。您看我妈，一天天想子秋想的都快疯了。万一哪天再想出病来，倒霉的不还是您吗？只要我妈一同意，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子秋。哎，说心里话，我也挺想子秋的。是。好吧，你妈那儿，我去做工作。好好好好。妈。还在忙呢，哎，马上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好了，兴奋呐，早都收拾完了。妈，这个您拿着，您跟爸难得出趟远门，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就那个叫什么欧元是吧？嗯。哎呀妈，第一次都不认识。哎呦，如今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呦，没事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别跟我客气，收下吧。好，那妈收下。妈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片孝心。哎呀，舒心呐，妈想嘱咐你两句啊。我们不在这些天呐，你跟志文啊，别总在外边吃饭，没事在家做点是吧？营养健康。行，妈。还有啊，对吗？不，你别让他喝酒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您就放心吧。是是是，还有，就是你们现在又回归这个二人世界了，把那该办的事儿抓紧办了。你看，又说这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答应志文不给你们压力。行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那我去了啊。谢谢，谢谢啊。怎么样啊？你妈都同意了？嗯，是，都同意了。就是我爸爸他那边还有点问题。你爸他不愿意？啊，不是，也不是不愿意。就是你提的那三个条件吧，我爸都同意了。嗯，就是你想让我妈来请你回去这件事儿，她有点不太乐意。你想啊，宝贝儿，这事儿是可以理解的，不是？你看啊，就像我一直护着你是一样的，我爸无非也就是想护着他的媳妇儿。再说了，上回我妈情绪这么低落的回去，换谁都不愿意。那就要是我爸换成我，我都找你理论了，对不对？
那我回去以后还和以前一样怎么办啊？怎么可能？你自己都说了吗？你是子秋的亲妈，谁敢把你怎么样？是不是？是啊。是啊。子秋啊，子秋，我生你这么久了，终于觉得你有点用。再将幸福缘，再延续。